Domestically, I feel so in control. I know exactly what to say to every one of my teammates. I know exactly what the right call is at all times. I know when we'll win. I know when we'll lose fights. Like, I basically could, I'm in full control. Like, not only mechanically, I don't make many mistakes, but in terms of my comms, I don't make very many mistakes. And then here, I'm a little bit, like, out of my element, I'd say. So I think it's just, for me, about quick improvement, like, really rapid improvement. So my goal every day is to just be much better than yesterday. 虽然说就是没赢嘛，两局都输了，但表现还可以 ，KD 也不是很高吧，2.9，但是比较能发育这个发条。哇 ，Jason 这是要锁节吗？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的，其实。而且 Jason 在常规赛里面用了很多局，所以这个地方是有可能作为一个先抢的。啊，但最终还是锁了勒夫兰位置，双方的这个摸就开野动向是基本摸清楚的。对，奥数可以砸一波。这个前期换血的话，瑞兹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而且这个地方追着 A 啊，两边都不罢休，我还在 A。其实是余震 ，PV 打样，这个塔姆带了个余震，对，他好像点错了，应该是点错了，应该点错了吧？我觉得应该是看的是闪现 EW 这波抬起来了，那没了，好，直接一下平 A。所以这段时间我来你上路，你不可能反正到我。想让他搞一下发条，发条身上是有进化的，直接解开。对，其实他往走这样搞意义没有特别大。蛮溜的，直接去控水龙了呀，或者说他直接往下路杠。他应该是刷下路。抓下路这波有机会。W 闪，闪闪。哎，这个不用闪了，直接已经流出了。操作失误了，他们操作有失误的。这波是失误了。这波。哇，反手还烧了一个，被 Coro 这边也是残血。这波 PVP 下路失误太严重了。首先 EZ 没有跟上，然后皇子的 EQ 也没有插到。我是觉得他们配合是比较有问题。但这波 Zero， 哎，这波 Impact 选择上了，但是 TL 的中野却没有露头。兵线第一时间没塔，这个地方可以等兵线还是死了，还是死了。这波但是 X Miffy 是过来干嘛的？对，这波 X Miffy 过来扛塔的话，大师兄的发育会加快，但是Jensen 可能要出事。这波 Jensen 踩上来，魔影迷踪回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毕竟大招还没放，所以 Jensen 还有一段魔影迷踪。现在 Now 在勾引上来，这应该是两段踩完了就直接回到原地。Jensen 这波戏耍了 Meliodas， 但是旁边 XMP 甩狙接甩空，转头被一个冲击波拉到，但身上有猪皮，所以掉的血并不太多。再一个链子链到 Meliodas 身上掉的血依然也不算多，他特别喜欢跟这个辅助一起做事。在这边来了 Zeros， 应该是一个曲径折叠过来，能不能留到这边的一个 CoJJ 拉了一个冲击波，但是被闪现躲掉 ，EQ 盖上，再给一个大招，闪现脱离塔的范围，再给一个点燃，这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CoJJ 他死了吗？他最终还是被道德给跳死了，闪现躲开。太大了，这个地方怎么办啊？Impact。没伤害了 ，Impact 闪现进来，大了个寂寞，因为被拍了个闪现躲掉，闪现再盖两个双踩踩到了秒表上，转头只能转火 Meliodas， 但 Meliodas 血量比较健康，直接 EQ 就走了，这一波直接是红色方转推中塔，哎呦 PVP 开了一个还不错的先手，但是机关算尽，伤害不够，这波很亏，因为真的你费尽了心思只杀到了一个扣姐姐。Wlift 最后一件是把发条的人都给收掉了，主要是掉太多塔了，掉太多塔的话，对于塔姆来说就Zeros 在干嘛呀 ？Zeros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想不通。这两个针眼在草丛里面讲道理，你应该看得到 T Liquid 就在红 buff 这一块逛呀，然后他就直接，草外破羊刀本来也比较贵。这草丛蹲的一个人啊 ，Jensen 出来直接逼闪了，这一波打了一个 QE， 再加上一个电刑的伤害，转头拍了，直接回头这一冲拳冲起了 Xmithy， 那这一波 EZ 也死了应该。被控肉后面有两个人已经围过来了 ，Wlift 大招没有打到，但是被塔姆一绳子舔住了之后 ，Wlift 还成功收到了 EZ 的人头。又是一剑啊，三剑三个人头，现在 Wlift 跟百步穿杨一样，这边闪现上来，直接过来铁刀影，留住 Now 转头给了一个冲击波，伤害给的还不错。Impact 手上是有一个护盾，转头再打一套 ，Now 给出一个E技能的护盾之后往后闪现，但是 Meliodas 完全没有援护的意思。发条这里有一点拖大了，他想打，然后回头发现打不过。对，就是他发现 Meliodas 来了，但是 Meliodas 一点都没有想跟他一起上的意思。对。也是离得稍微有一点点远的，现在这一波22分钟可以直接把大龙给打掉，红色方的节奏由此开始。给曲径折月这一波想开，直接一颗过去没有，哎，后续给了一个拍了是一个闪潮，潮到两个人，但 CoJJ 直接双招加吞，
带着两人逃出升天。大师兄这一波大招空掉了，不过没什么关系，朱美已经从侧翼杀过来了，而且凯南这波进场还不错，直接瑞兹融化掉了。发条这一波手势拉起来大招了之后，拉掉了一个凯南，但是这个双 C 跟 Meliodas 直接被隔开了两岸呢、啊。这一波脆弱的双 C 没有前排的掩护，这边一头猪顶上来，是现在闹只能逃啊。而且就不让他回城就行了。是的，这一波然后破高地，这一波开的太勉强，而且扣 JJ 应对的太好了，前期落后太多了，要不然发条拉这种大招的话一般是能打的。这波看一下，我们看扣 JJ 的操作，主要是这波其实我觉得 PVP 开的已经很有想象力了，然后 Palace 是直接搞了一个原地闪现吗？我觉得他这个闪现是不是没必要啊？其实我觉得他们还不是配合上有点问题的、啊、他们要知道带谁他们能杀塔姆加维鲁斯，但是他最缺少带了一个发条在那，是啊，所以他导致被别人操作了，就这种感觉。这把皇子是要带球过人的，你带个加里奥过去是什么意思？带加里奥过去，你最少还要带一个，因为你是劣势嘛，啊、你肯定要多带点好的英雄。他都没玩，就证明这个英雄在这版本是真的不怎么样。这个车开的有点短，但是转头一看，发现打的还可以，而且为什么 Impact 旁边把 B 控给单杀掉了？这边进来 X Mifi 直接在里面搅了一团浑水，自己再开个秒表，然后后面 Double Leaf 直接敞开了输出，没有 C 位的，只有一个 C 位的状况下 ，PVP 甚至这一波把发条的大招拉到了最后，拉了一个空大。Jason 还戏耍了发条，而且上路我们看到。凯南是不在的，第一时间凯南一直在带线，所以刚刚下路四个人完美的打了一波团战，现在只剩孤零零的发条，怎么守？他带着了，不是他带着带着线，他把 B Coro 给秒了，他把 EZ 给单杀掉了，这一波就是在少一个 C 位的情况下 ，PVP 就直接完全没法打，而且最要命的是 Now 第一时间上来，他上来看了两眼，然后转头直接走了，26分40秒。两颗麦芽已经倒地了，随着水晶的爆炸，我们可以恭喜 Team Liquid 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拿下了比赛的胜利，目前比分来到了一个3-4，排到了和 SKT 一样的胜场。是，但是我们感觉大师兄的表情是稍显有点疲惫的感觉啊。还行，笑的还可以、啊、看一下这一场的综合数据，26分51秒结束的时间非常的快，整体的输出中路是差不多的，中路差不多的、两边的中路都打了14.5的伤害啊。在小龙控制上来说的话，前面已经反复提到了峡谷先锋和小龙还有第一条大龙完全是都是红色方控制，这个朱美这一场就是闷头刷，而且刷出了非常好的效果来，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吧、也是给了大师兄非常好的压非常好的发育空间，看一下给了Jensen MVP 感觉还是看了数字吧，数字比较好、应该是看数据吧，对，66的一个 KDA 80%的三分率，伤害占比将近1/3，对位经济差来到了1834，这一局Jason 的发挥可以说是非常的中规中矩。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我们邀请到的是 Double Lift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要问到就是他们即将要有机会可以出现了，那他会不会因此而变得非常的紧张呢？ So Team Liquid still have 3 games to go and 3 game left. So will you be nervous when Semi is in Horizon? Yeah, I've been here a lot of times where we're really close to making out of groups and my team doesn't do it, so.I am a bit nervous, but I'm still really confident with my team. 确实是我会比较紧张一些，因为我确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已经很多很多很多次了，可能我每次都非常非常接近可以冲出小组，但是我和我的队友都没有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会有一些紧张，但是我还是非常的自信的，我也很相信我的队友，我们这一次应该是会就是可以有机会的。那接下来要问下一个问题呢，想问问 Double Lift， 因为他们现在的打法呢相对于其他的队伍来说会更加的保守一些，那他觉得是在这样的混战当中去保持这样的保守的打法会比较难，还是说他们在学习努力的变得更加的激进。 Next question. So Team Liquid plays a more safer way than the other teams in the tournament. So do you think it's play more safer in such a chaos situation is difficult, or like you're trying to play more aggressive during the tournament? No, we're definitely playing. We want to play more aggressive during the tournament. I think the way we've been playing, it's not safe. It's just bad. So if we want to be a better team, we have to play more aggressively. And so that's what we want to do.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确实是，is that like you're trying to say? Can you repeat that? Yeah, like I think we're not really trying to play safe. We're just playing bad, but we're trying to play more aggressive because that's the right way. 我们确实有在努力想要去
玩的更加的激进一些，但是我觉得我们根本不是说玩的非常的保守，而是玩的很差，所以我们现在在努力的去进行，去玩的更加激烈一些。那接下来我也想问到，因为之前好像 Faker 有能够说到说非常希望能够在决赛当中见到 Double Lift， 那我想问问他是不是有想要尽全力去走到决赛这一步呢？ I know that Faker like hope to see you in the final, so will you be like try your best and to meet him there?Yeah, like earlier today, I was talking to him and he said he wanted to see me in the finals. So, I told him, yeah, okay. And so if he wants to see me there, I need to be there. So that's the goal.今天早上我跟 Faker 聊天的时候， Faker 有说他希望能够在决赛当中能够见到我，所以我觉得如果他都这样说的话，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因为你既然想要在决赛见到我，那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在决赛当中遇到你的。 OK, congratulations and thank you. Thanks.